为了迎接105年全中运开幕典礼，台东县各级学校和工作人员全都动起来，一次又一次紧锣密鼓的排演。4月22号下午4点半开始，在县立体育场进行开幕典礼总彩排。不论是场地、音乐、舞蹈等软硬体设备，希望把耀武台东的精神呈现给全国各地的运动好手。黄倩采访摄影。